天要去洁牙，好可爱。亲爸爸。好完美。哇，天有日环食。哇，怎么这么舒服？哇，好蓬松。很想来看，就是这个军舰。今天要去洁牙，昨天是迪伦，今天是我。每次一到牙科就很紧张，有没有人一样？ Wish me luck。 我已经弄完了，但是呢，他发现我有几个就是以前补的蛀牙，他想重新给我补一下。正好他今天3:30就是有人 cancel 那种的，所以可以把我直接放去。我先回家，然后等一下再来。刚刚弄完牙回家了，我现在麻药还没有过，随时感觉口水要流下来。医生说应该差不多5点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可以吃晚饭了。可不可以吹吹？吹妈妈，吹一吹。今天早上我准备做一下就是咖啡上面那种 cold foam。昨天我去那个 World Market， 然后就买了一套，它有3瓶这种小的，本来想买一个大的 Salted Caramel， 然后我想说先买个小的来试一下吧，而且它好可爱，这么小一瓶。然后正好还有一个这种枫糖浆，也是这种小瓶子，玻璃瓶的。现在我咖啡已经做好了，所以来做一下这个 Heavy Whipped Cream。 First day of spring and I just wanna singTo everything that's moving, every single little thing. To them birds flying free, fish in the sea, flowers and trees. 今天这个打的还很好，它就还是那种比较液体的状态。就我觉得好多人，就是两个人的分，我觉得够。让我等它融合一下，先喝到的是咖啡的苦味，棒。嗨，啊，嗨，回家了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谢谢，好可爱哦，很好看，哇哦，亲亲爸爸，哇，耶，今天我们来摘火龙果，天哪，你要出来吗？哎呦，没事。看看这个这么大，就它最大的吧。好，其他的我不知道怎么样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我们今天先吃个最大的好不好？还有这里有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先吃它了。看一下，走，这个有看一下头这么大。哇塞，哇，好完美。好完美，好漂亮，妈妈你看，哇，这个皮薄，哎，真的皮很薄耶，皮很比那个麒麟果的薄多了，好甜，嗯，哇，哦，不用放了，哇，好甜，哇，不用，好甜，哎，看你的果果，尝一口，他在吃饼饼，他要不要吃火龙果？要，不要啊？要。太棒了，好好的吧，亲亲爸爸，嗯，哈哈，跳跳跳 jump， can you jump？ 哇，好厉害呀，
刚刚去撸了一个妆，然后现在坐下来准备跟大家一起开个箱。刚刚收到 The Lola Rose 他们新给我寄的手表，一个呢是他们 Miss Lola 系列新出的这个方糖小绿表，另外一个呢是他们新款的小棕表。这两个呢真的都非常的精致又复古，就是很适合现在秋冬的一些搭配，就想说正好给大家一起看一下。这个呢就是他们家最有标志性的小绿表盘，它是一个那种复古的孔雀绿，就是整个它的颜色非常的浓郁，然后每一个表盘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八角方形的这样一个表盘的设计，旁边调表针的这个位置还是一个黑玛瑙。他们这次出的呢是这种有点磨砂的，然后晶莹交叉的这样的一个表带，不是那种非常亮的，所以跟这个银色配起来再加上表盘的这个绿色，就整体非常的复古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手围来调节它的这个长度。金属表带低调又闪耀的感觉呢就会给沉闷的秋冬穿搭增添一抹亮色，很有气质，很符合今年很流行的那种劲奢风老前锋的那种感觉。因为它是这种立体玻璃的表镜，戴在手上就很闪耀，然后很吸睛，整体非常的百搭耐看，然后也不容易过时。像我自己平时就是穿比如说黑白色系啊，比较 neutral 颜色的衣服会多一点的话，有一个这种跳跃的颜色就有个亮点的这种感觉，但是呢我又不希望它特别的花，所以这种孔雀石绿我就觉得正正好。而且这个绿色超级显白的，有没有正好呼应一下呢？我今天戴这个项链也是他们的这个常青藤款的这样一个项链，就跟这个绿色表盘一套。特别是像秋冬天穿上这种西服外套啊，或者是风衣，然后伸手的时候不经意的露出这个手表，都是很精致优雅的。如果刚才那个金属表带的方糖小绿表更时尚干练一点的话呢，那接下来的这块小棕表那就是非常的复古又秋冬了。这款的表盘呢是玫瑰金的那种白色的贝母，立马就是那种美拉德秋冬复古然后又温暖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来了。皮表带呢我会觉得更温柔然后也更知性一点。新款的小棕表呢会比之前的表盘更大了一些，然后表带呢也稍微宽了一点，但大家看戴在我手上也完全就是没有很大的感觉。现在它做的这个 size 会适合大多数的女生，而且戴上去了之后呢会显得你的手腕更加的纤细。它的表带也不是纯光面的，是有一点点那种压纹的，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温柔很秋冬了。那搭配小棕表呢我戴的上面常青藤系列的白贝母，就正好也跟这个白贝母的表盘相呼应啦。那马上双十一要到了，我会把 Lola Rose 他们的活动打在屏幕上面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信息栏看一下。那感谢 Lola Rose 赞助今天的视频。前两天不是那个 Amazon Prime Day 吗， Vicky 买了一个这个小朋友户外用的小桌子，今天准备把它拼了，今天比较有空，居然还是木质的，可以啊。今天做一个这个，也是上次在那个亚洲超市买的香芋的松饼。戴好啦，现在去看一下。哇，你坐一下，继续坐好，坐在这里。哇，坐好，耶！我们的早餐可以在这吃了，在吃早餐啦。耶，还有伞，漂亮啊，好吗？今天有日全食吗？我没用哎。我们现在全家过来看，今天有日环食，好像已经开始了。看后面的太阳，然后他想用相机看能不能够看到。What is best for you? 这给开亚做的小饼，好爽哦！看是看吃不吃？巧克力。I see you brought a lot. Thank you. 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哦，你看刚现在看跟刚才看的不一样了。哇塞！哎，
刚才不用墨镜都看得到，拍到了。哇，好酷啊！嗯哼，我们的地理位置只能看到70%。现在外面正在日幻食，所以光线不是很好。我要开动啦！它这个，我觉得香芋它就是很有弹性，就是让所有的东西变得更有那种，嗯，也不是说有嚼劲，就是软软的，然后很有弹性的感觉。嗯嗯 ，nice， 好吃，直接挖了一坨 butter 吃，那里面是那种糯叽叽的感觉，超好吃，棒。感觉像那个乌贝，就是乌贝 ，nice。我感觉比 Trader Joe 的那个还好吃，它里面是那种糯叽叽的感觉，好吃，嗯，可以哈，嗯。你有包装的话，可以在网上买。看看你眨个眼睛，眨眼睛，哈哈哈哈哈，眨眼睛，眨眼睛，哎呦！今天我们找了一个小的，它叫做 Ecology Center。它叫做 Ecology Center， 好像就是一个那种比较本地人种的东西啊，然后一些小超市吧，我去看一下。这里好多蝴蝶哦。它有一个蝴蝶的，你看。花还挺好看，这不是上次我们在那个花园里看到的，还有卖的，一个假的这样的好像。哦、yeah， 哇，他们这里的花全部是自己种的，他们的菜都是自己种的。这个是有机的呀。全部是自己的。绿番茄，然后跟一个什么辣椒打在一起，就是他们墨西哥的一个什么酱，他们哦吼，还有他们的冰淇淋，这应该不是他们的了吧？感觉不错哎。Mahi Mahi， 哇，他们是圣地亚哥掉的。哇，这种小苹果像不像我们去摘的那种苹果？看看我们那天摘的就很感。酱料也就不错哎，感觉。哎，可以 ，no no， 可以不可以？你把这个放回去，放回去。Okay. Good job， 种的也太厉害了吧！对，猴头菇啊，这是。哇，哎，有点像，嗯，确实有点像，是猴头菇吗 ？Lion's mane， 嗯，还有卖那个洗手液的，自己来接，还有各种不同的味道哎。这里还有它发起来的一些种子，然后可以拿回去自己种。活的可比它大多了，好吗？你赢了，你可以来他们这儿看，他有百香果。我那个火龙果的事业要不要发展一下？就是弄更多的。两颗。哇，好可爱。哎，正好今天的花不是谢了吗？对，买一点。好美啊，这个。旁边还有一个卖吃的东西。小咖啡，我今年才开的。哦。我去年。蛮可爱的，你看它后面的柠檬树。哎，是橘子还是柠檬啊？哦，橘子吧，是橘子 ，orange。我的天哪，这给什么肥啊？他们这里有卖鸡蛋吗？有啊，刚才我看到了。那就是他们下的蛋。哦，果果的。你看他们的鸡好肥，在哪？你看到吗？哦哟，好大哟！白色的那只叫 Bonnie。黑的那只叫 Henry Penny Penny。麦秆是不是啊？还是玉米？是玉米感吧，如果以后开始变成一个小农场 girl 也不错哈。So nice， 啊，哇，它如果这个是那种海上的漂流木做的就更有意义了。这里的厕所是集装箱改的，还蛮酷的。哇，怎么这么舒服，可以一直坐在这里。这个后面就是他们的农场了，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他们会带着来的人参观后面，然后讲解一下土壤啊种植啊之类的，有空我都要来一下。这后面20亩地都是他们的，他免费送给我们一束花，他说可以把这些就不太好的不要，但是他们现在要关门了，所以就不送了。好棒，狗狗狗狗。今晚的沙拉是刚才我们在那儿买的，都是他们农场自己种的菜，然后买了一个 spring mix， 然后还有一点点 arugula， 然后我在里面加了一点也是在他们农场买的苹果，然后还有牛油果，然后现在用
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沙拉酱，这个芝麻酱，然后还放了一点核桃仁，现在就给它拌匀了。这是今天晚上的一大波、沙拉。今天不要太丰盛哦，妈妈炸的小黄鱼、排骨，这个哇，青椒炒肥肠沙拉，然后还有萝卜圆子汤。吃饭啦。昨天我们在那个农场，但是他们可能要关门了，所以送了一些这个花，可能也就是不太行了吧，第二天可能也不能卖了。 But still 感谢他们送给我们的花，好美。然后今天做的早饭上面就放了昨天在那个地方买的这种 microgreens， 然后还有今天做的咖啡。这种要是出去吃不得卖个10块钱的。我还撒了点美乃滋，好好吃。妈妈那天买了这么大一罐肉松，我昨天又正好刷到杜师傅的这个肉松搭配的视频，所以今天决定来做一下。开业过来，妈妈看一下。哎呦，还差一只袖子。咦，圣诞节可以穿啦。嗨，有没有不要碰着了？好了，出来这了。哎呦，它大小还刚刚好。嗯嗯，就是打一件它刚好可以穿的。哇，你那个太专业了吧。塔塔粉它就比较硬，打出来你看这个是就这样用的对吧？你怎么夹不住？哦、yeah, that works. 3:1的比例。嗯，看一下，哇、哦，好蓬松，还是热的。11分out of 10，好好吃。这是今天的成果，刚才吃了一个了，让它再凉一会儿，然后小朋友下午起来可以吃。我要瞅我们今天做什么呀？大家一起去摘樱桃。哇哦，那很多呀，宝贝。嗯。哦，你帮妈妈把相机拿来了是不是？一边吃酸奶一边看书呢，喝下午茶是不是？快吃这个。嗯，你们太能干了，来吧，把它拿到厨房来。外婆要用它们做什么呢？我们用这些叶子熬好喝的叶子汁。想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做了这个 glazed donut。我已经看到好多这个很高很高的这个人了。哇，他们应该放个音乐在外面哈。这个辣该回家啊。我是可能有点不敢回家，看这个飘的小鬼。聚会，几个骷髅在那烤火。
我们就来圣地亚哥啦。因为今天爸爸一直很想来看，就是这个军舰。其实我们以前好像很早以前来过的，就这后面这个军舰。然后明天是爸爸的生日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带他来满足他的愿望。对，但是我们自己也从来没有上来过这个。就是以前来这边，我带爸爸妈妈，就我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带他们来过的，应该。我反正没去过。Your first time, Kaya's first time。我们也是游客。我也不记得了 ，so， 再来玩一次吧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哇，飞机降落了，那儿有一个。哦、降落了。那边是圣地亚哥机场。那儿呢？对呀、啊，航空母舰就是一个舰队，好帅的飞机啊！而且它这边还有这种讲解机，而且有中文的，很方便。靠近这种讲解的地方，来我去感应一下，就这样拿起来就可以听了。哦，这是他们的那个维修部，维修车间。嗯，开心吗？有没有那种星际战大战的感觉？你看它的绳子多粗，然后打结的不同的方法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应该是这种最简单的吧。That's cool， 对了，应该都很结实的吧？我觉得这个好漂亮。对，这个像个 pretzel。这个也好看，这个也好看。哇，这边下面就是海水了。开战斗机了吗？我看看，我们家的小飞行员呢？嗨，哇，妈妈教你开飞机，往后拉，往后拉，起飞了，起飞了，呜、哦，开心，哔哔，对，哔哔，啾，哔哔。船长是吧？他说航空母舰的船长一般都必须要有飞行员的背景。喂，叫他那个玩儿。哦，出来了。哦，热的。哇，哦呦，真的漂亮哎。可以可以，我们说的 sticker。我们那个军舰看完了，然后我们又走到这旁边这个小的 village 来。走一走，对。Before we go to dinner， 今天晚上要去吃好吃的 taco 啊！哇，不过现在夕阳西下的感觉啊，上次来的时候还是它才滴点大的时候。就在 AC Hotel 旁边，下次还住这儿。可以吃下楼，可以吃这个。天哪，今天 is such a feast。这边是雷场。哦。嗯。